香港沦陷，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。你的代号是秋蝉，你的另一个任务是阻止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，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。明天至一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。什么样的大鱼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。秋蝉，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余英，秋蝉。